到3000块片酬不小心掉了，民众捡到送到派出所，他打电话去想说要领回失物，结果员警当下问他说能不能背出这个钞票的流水编号，让这个网红非常傻眼，把整个过程 po 上网说谁会记得。好，虽然说最后成功领回，可是这个员警的做法也引发讨论，分局对此说会再教育。